主料：蒜苗100克，香干4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大蒜、蚝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蒜苗洗净切段，大蒜切片，香干切1厘米左右条状。炒锅热油，下入蒜苗和蒜片炒香，下入香干一起炒3分钟左右。如果太干，可以适量加点清水翻炒，调入盐和蚝油，继续翻炒1分钟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：可以依个人口味适当添加辣椒或鸡精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